看谁高冷男神。几币你还能这么发言？你为百灵鸟，我聪聪明你咋知道？咱们上他几个热搜，上。Hello， 关注小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龚俊啊，在《安乐传》中饰演的是太子韩烨，非常开心又跟老朋友见面了啊！直接把我下面要说的词感觉都已经，我来把 rundown 全说了，无话可讲。玩个小游戏吧，叫做倒放挑战。听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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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三三五六七四五。闭你！洗衣哎！哎妈西！解谜，路窄逆途。几币？你还能这么发音？这是一个梗。什么梗？几币？几币？击毙你，应该这么说。哦，这样说英文肯定啊。几币？你再来个试试。结了眼，我怎么办？一个字，没跑掉吧？这个比较难了。八个字。八个字。但是你非常熟悉这个。啊，哥。你唱的像一首藏语歌。阿波玛索文阿耶嘞，耶耶哩耶样，我沙漠吧。最后几个字完全一样。我沙漠吧，我沙漠吧。讨厌，我不习惯。哦，是吗？我猜对了。别了眼，我不习惯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你为百灵鸟，人间百灵鸟。我要带走你这个称号吗？就你了。击毙！演唱会的人吗？那可不，给你来一首《发如铁》。岳伦老师那边会不会真的有人来找你？找我了，给我送周边，寄了两次呢，寄了两次呢。说杰伦哥在演唱会上那个球，我要不要？当然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因为杰伦老师送你这个礼物，意思就是下一次就是咱们可能就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想再看见我了是吧？下一次可以上台一块唱。上台唱不行，这得报备。就这么自信。除了周杰伦演唱会，追星的李荣浩老师演唱会吗？荣浩哥，但没唱。我有微信，没要票啊。荣浩第七排。荣浩哥之前说要不要来，给我安排 VIP， 我自己买票就去了。我天，那天贼冷，这么唱来着。只是说辛苦前几排的朋友啊，能听见我的歌声。花了几千块钱来听龚俊唱歌了啊？是啊，对不起啊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说不定下次我还来。如果周杰伦老师跟李荣浩老师同一天开演唱会，你别说他们俩掉水就行，同时邀请你，都不去了。上热搜看到你去别人的，对吧？多不尊重啊！一心的要端水，或者一个去一会儿，这样一个地方吧。啊，那可以啊，看个半场再换呗。高情商，高情商，过了两年，其实相当于哦，两年了，看到你的古装了。非常感谢啊，在看小婉频道的朋友们啊，也非常感谢你们追我的《安乐传》，是也挺期待后面的剧情。快点吧，哎呀，我都着急，急死我了。对，来回拉扯，极限拉扯，一些啊高光场面，剑是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，预告有啊，预告有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中剑啊，就又往后仰啊，我天，然后要撒粉，我脸上我中了他那个奸计啊，就瞎了，我要打啊，乱箭，乱箭，对啊，最后呢，说了一段非常感人肺腑的话，说了什么呢？大家期待就知道了啊，没漏吧？一的眼药水什么？真的血？是真的？是啊，真的这样的。眼角就是用那个刀子，开玩笑了，好了，你也信啊？所以你本人是不是也是蛮喜欢 BE 那方面的？哎呀，咋说呢？安乐传吧，哎，到底是 Happy Ending 还是 Bad Ending？ 再看一看就知道了啊。差一点，啥也没说，啥也没说。害怕看到虐的这些观众，稍稍安慰一下。哎呀，要有来回拉扯才有意思，光甜有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又甜又虐，才让你有代入感啊！不要着急，挑战一下，用眼神来表达出来，冷酷无情，然后到心动，冷酷无情到心动是吧？对。含情脉脉，后期再加上一个 BGM。哎呦，哎呀，特效整上。哎呀，这不就妥了吗？我感觉你的眼睛真的是会说话的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推荐，有个整容的老师啊，分析我没整容啊。
说我是狗狗眼，我也觉得我是狗狗眼，眼睛开的比较宽还是什么原因，就是看人就比较深情。但我是觉得吧，比如说对任安乐的感情是不一样的，他随眼神反映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说见谁都这样啊。我看到几挑的说我见月月哥啊，就你看月月都是带自带深情。对啊，还有看亮亮哥，不是我就是这么看人的呀，就是你得真诚的看别人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么看的，没有办法。你这怎么有一点又一点凡尔赛啊、哦、凡尔赛了凡尔赛不给你的红屁来读一下，哥哥鼻子上滑滑梯是不是今天就比较新了。有水的地方叫沙漠，没有寒夜的日子叫寂寞。太子这么美让我很沉醉，寒夜微微笑，心脏被击碎。哎呦我天，这你这文案太好了。寒夜寒夜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龚俊龚俊我爱你，每天晚上梦到你。还可以吧，夸奖谁不喜欢呢，是吧。这八胡子感受怎么样、可爱的小女生天天唱头上有犄角这类的歌，会带他们新疆的好吃的给我们。你当时不是在直播上有说要跳冰卡什么之类的，那个舞是怎么跳的吗？我们仨那天下播热巴给我发了一个，你确定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舞，然后就去看看完之后我一身冷汗，吓死我了。然后刘宇宁过了一会儿也发过来了，这东西你能跳？你俩为啥都质疑你啊？质疑我？对呀、或者是说你唱他跳融合一下嘛，我唱 Queen Car。 没有，我个人给大家表演一个啊，那个 Breaking 开玩笑哈。我这个视频标题叫做龚俊别看是恶评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说我平时看起来不咋地，演聪明人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聪不聪明你咋知道？我聪明着呢，其实。那可我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。高冷男神。你的简介真的还是高冷男神呢、我就是高冷男神，不说话，从今开始一句话也不说。然后网友评价都是三眼光。哎呀，怎么说嘛，那个红毯我看到了，把我跟佳音哥拼到一起。我说一下，你走红毯有什么意义？要别人记住你，所以我从这哎拿出来，哎品牌也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学到了不？学到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对吧？显眼包就显眼包，显眼包怎么了？但如果让你把简介改成显眼包的话，你啊，为什么不同意吧？那肯定不同意啊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，高冷男神对吧？出圈图哦，天哪，哎呀，太帅了。就刻意的说，哎，我要找个角度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我天，哎呀，找个镜头，我累了，我跪一下那个轮胎，然后也没有路。考虑不考虑之后，比如说演一些赛车题材的？上部戏我风过留痕，封闭走一段骑赛摩啊，我就学了15分钟吧，就学会。那个车很沉的，就是跑赛道的。演这个刑警也掌握了很多的技能呗。学了又要炒菜，又要审犯人，又要开手动挡的车，然后各种要追犯人要打，都是我。还有一组图，就是在汉江那天风大的，我真的给我吹飞了都快，头发吹的都高的跟那跟个机关一样了。但是我感觉哇，好好看啊，还挺好的。那种韩式闪光灯嘛，要经过特训，眼睛才不会怎么眨。可能是之前那个做淘宝模特的时候。你知道一分钟要拍多少张吗？好多张，要各种摆，你知道不？摆。还有一组图，身材嘶哈的这个系列嘛，我们龚俊粉丝平常都吃的这么好吗？哎呀，腹肌还在，线条老好了啊！今天就不展示了。我知道你的。他说就是吃的好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吃的好？就说哇，有这么多。哎呀，我身材可以的，老婆娘我练的可好了，真的，专门拍了一场戏啊，练功的戏啊，期待一下就知道。差不多了啊，梗够了哈、梗够的，咱们都。咱们上他几个热搜。上他。很开心的又见小婉了，希望啊以后巨轩啊咱们能多多合作，考虑之后继续再闯一下舞蹈界，闯一下，下次小婉来再来跳。跳是不是很简单？现在就跳，音乐放起来。先学个音乐试一下，直接来一跳。素的，我有点害怕。自信放光彩。你跳错了。你跳错了，刚才。知道，sorry。跳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跳非常棒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比上一次这条发出去，我觉得比上一次好太多。哎，那天太苍忙了，我要为自己辩解一下。他跳可好了。那可不，专业的，之前都是演的，之前都是演的。